過往一季的表現，我覺得接受的。咁因為開頭我又幫標準流浪，依季都係上一季都係幫標準流浪踢波啦。咁由打前鋒幫到球隊入波，咁到最尾可能下半季轉型打防守啲嘅位置，防中啊、左閘啊，其實個表現我都覺得接受嘅。咁加上我打左閘，而家現時打左閘啦，其實個發展都我覺得可以接受嘅。咁就可以即係喺上一季裡面就學到點樣進攻，攻守兼備咯，可以講到係咯。上一季啦，我見到冠中南區一支啱啱升班嘅球隊啦。咁我對完佢哋比賽之後，同佢哋對賽過，我覺得佢哋係一個好有鬥心啦。同埋佢哋入面隊友之間嘅鼓勵都好多，所以我覺得係一個有實力啦，同埋氣氛相當好嘅一支球隊。其實我本身個人就中意比較有競爭啲嘅球隊嘅，咁因為有競爭你先會有進步噶嘛。咁如果而家入咗一支入面好有競爭性嘅球隊，其實可以我覺得我會令我嘅技術更上一層樓咯。咁無論可能喺進攻位置啊、防守位置啊，我都覺得我會可以比之前會更加有進步。喺新一季冠中南區入面啦，我希望可以幫到球隊攞到更加好嘅成績啦。咁因為上季佢哋攞第四，咁我希望佢哋今年可以比第四更加高嘅排名啦。咁另外希望都可以喺杯賽度入到決賽啦，最少都跟住有力更加可能有能力攞到冠軍啦。